炸土豆怎么做？一，把土豆洗干净后削皮，用刀具将土豆切成马蹄块，切烤后放入清水中洗一下。二，锅里加水并烧开，加入适量盐，土豆放入开水中煮一分钟后立即捞出。三，把土豆过凉水后控出多余的水分，然后用面粉裹上。四，锅里放适量油，待油温达到70度左右，放入土豆块，炸至金黄出锅，控油即可。总结：一，把土豆洗干净后削皮；二，锅里加水并烧开，加入适量盐；三，把土豆过凉水后控去多余的水分；四，炸至金黄出锅，控油即可。